这里都是马灯坐灯的了，这里照看那个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哦，就是啊，那就是现在呢，就是到了这个，就说他们就打进来了。这打进来，你们怎么发现的？那枪是好像打48一样的。他们带着机枪吗？有没有机枪？那都几是那步枪，好像步枪 都是步枪的。带着步枪进来了哈。对对。那就是交战了，在哪交战？就是交战嘛，打我们打的都那个5个人都死了，5个人就死了，就当时都8个人都受伤了。5个人就是阵亡，现场阵亡。都受伤了，都受伤，都有的死了。真枪。我们就等着当时没死就跑。跑啊！到就乱跑。当时你没真枪。我中了中枪了，中枪就中枪都我打在肚子上了，我都反正一冲往这个往这条路，没有呢，就开始进来，我你这里我就把泥石，等到这个有个水塘，水塘，这里有个水塘，我有空的第二次来有空的时候，我当时现场直播带你们去看。好，我当时倒了就爬进这里，那对啥我都按嘛。对啥？舂米，舂米那个就是以前的。我知道舂米的，没有，用脚踩的，用脚踩。把那个米壳去掉。啊，对，我见过了，见过了。而且我就躲进这里，躲进小房里面。我已经掉进那水那食堂了，掉进那个水塘里面就爬起来，我就躲进那个舂米那个房子，我就叫人家叫就有个妇女进来。有妇女进来看我好可怜，叫啊叫的难很难听的啊，叫很难听的，反正大家一过来都抱住我就，抱住我，那个有个中年妇女啊中年妇女，有一个中年妇女就过来抱我了，过来抱住我，抱住你，抱住我就反正他也流眼泪了，他就我就脸一时没地。他就拿袖来帮我把眼睛。你受伤还厉害吗？受伤这个还有弹孔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小老师给感染的要看一下，不是啊，感染的看一下。我知道您这个很痛苦，回忆起这些事情，但是就是啊，我就好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看一下哈。我们养的，看一下，慢慢抑郁的，因为感觉是那样，会好累。哎呀，晚又难受，给你照嘛，这个。是不是有个在哪个地方？这里有没有这个？这个地方有个疤。是吧？是有个疤吧？对，这个地方有个疤。弹孔就穿进去了。直接穿进去了。是啊。有没有啊？就是这个地方弹孔从哪个从这穿的是吗？是啊。这个地方穿进去了，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疤，这个疤没关系。这个就这个疤。这个有点带点白的是吧？对对，带点白的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是上辈子一个，可以看见带到这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是入坑，那还有出坑子弹。这个入坑的子弹，入坑还有后面还有出坑吧？后背。后背我没看了，后背一定有个出坑啊，因为子弹吧，背上。当时前世的子弹是在身体里留着，还穿过去了。是。穿过去了呢，还是留在身体里？这样的我不知道，我外面。这个我们看后面，再撞到后面去。这个背上是有的，往上伸。不是，因为这个。好，往上扒这个，大姐妈呀，他子弹从那儿穿进来啊！你这些伤疤不算吗？这个子弹已经是穿出来了，或者留在，也有可能留在体内。但这个你这个地方，先拍下来，回去看一看。他从这儿穿，但是方向就很难说，从这儿穿的啊，也可能从后背，整个后背都要看一下才能发现。那我们看一下后背有没有啊，把这个后背整个的衣服全挖起来才行。从这穿入，他子弹外圈弯的，从这穿出去啊，这个疤吗？从这穿出去了，不对，从这打的。变形。他变形。你这个疤是后来自己伤的还是原来？整个后这个地方，后来伤的还是自己？这不是，这不像。你先拍下来，再这样在镜头上看就比较清楚。好几个疤了，你看，是吧？好几个。拍呀拍呀，我在录像，拍不了照片啊，拍不了照片啊。好，我用手机拍一下啊，我用手机把后背拍一下啊。你就让人再过去往外蒙蒙。就是手机拍。好，后面我看这个地方会不会子弹从这穿出来啊？
他可能待到里面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再拍一个啊，再拍这个这档档坑，这个档坑哈。这不是，这不是档坑吗？那档就在这个档坑哈。好，这个档坑。我说当时您记得您的前世是子弹是打穿了的还是留在身体的？就是当时您记得子弹是打进去穿透了还是说留在里面了？我说反正当时叫了，当时叫到他就反正叫好了，听着反正他就过来抱住我就他就现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伤啊？除了这个地方受伤，只有这里，只有这样一个弹坑哈。嗯，我们当时就找那个五个人都我们去那边了。嗯，那老家就帮我们埋在那边，埋在那边了，埋在那边。那这个就是还有就是您这个像就在这个倒米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就在这儿牺牲了。是啊，就在这儿直接牺牲了。是啊，他把你包了一下。是啊，我把那个眼睛扒一下。你都看见他扒一下了。是啊。扒的时候，当时咽没咽气呢？他什么？就是他往你摸眼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咽气？当时还有呼吸吗？当没有了，当时我就反正眼睛一亮度，他就没有了。他就摸你老是开着眼睛，他又没闭。就是他摸你的眼睛的时候，你灵魂是不是已经飘起来了？那当然了，反正那我就反正那反正那个灵魂就不知道了。从此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。是啊，那都过了以后呢，反正我就那个灵魂呢、啊，我就。待在我死的时候，我家里在这里呢。我现在啊，你叫我现在我都家里在这里啊。你现在还在这里？在投胎的投胎的家了、啊。转世的家，转世家在这里，在这里我就待在那个牛圈边。哦，住在牛圈那边。我们那个我老人家的喂头牛了。哦。喂头牛，我是老是就躲在那个牛圈边。他都去丢草的时候，他进来一下，我就浪一下；进来一下，我就浪一下。哦，你就躲在那个牛槽里吗？这没有，就在牛圈里。你在牛圈里，你就给在牛圈旁边了。牛圈旁边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躲一下呢？因为你无形的会挡着吗？那个转世的时候，他投那个他还没投胎的时候啊，还没投胎的时候。还没投胎，那灵魂啊，那还没投胎的时候，就转就围着牛圈这里旁边跑。哦，围着牛圈旁边跑。哦，对。一头草的话，你就快跑。当时你看见你有多大灵魂，能看见？那结果还没投胎的时候，只有灵魂，只有灵魂。那你灵魂，你能自己感受到自己有多高吗？跟以前一样。是，就跟以前一样。是啊，这没有跟前一样，像这个那个就记不清楚了。那这是啊，那个我反正我。投射的时候，我老是躲在这里，转涂料的时候，先转世了，转世了，到两岁半的开始说话的时候。待了多久转世了？待了多久？你在这里就一年多嘛，将近。待了一年多。待了我五八年才转世。五八年转世。五八年才转世，五八年才待了几年了。五七年牺牲的。对。五七年牺牲啊。嗯。哦，这是五七年牺牲的。这没有五七年的，这就待几年的，像五一年、五二年的时候开始打结账。你待了六年。是啊，六年是啊。啊，你这六年这个就是，是否需要吃东西之类的？没有，这反正待着不跟那个牛在里，牛只牛喝水，我们喝水吗？你也喝水。是啊。这个喝水怎么喝？就用口喝。就好像就拿水这么舀嘛。需要喝水。是啊，拿水。就是你喝的时候是口喝的时候。那灵魂的时候。灵魂的时候，那口渴吗？口当然渴啊。有时候口渴要喝水。是啊。灵魂也要喝水。那牛桶那个水桶里面，那喂牛。一天喝几次？这样，反正就这么舀。就这么直接用手这么舀的喝。是啊。哦，你能把水舀起来吗？太好了，能用手把水捧起来？是啊，捧起来喝。是啊，一天喝几次呢？就反正你要不要就喝点，要不要就喝点。要喝点。还做什么事情在牛棚里？是要睡觉吗？那当然，睡觉旁边睡觉啊。需要睡觉？当然了。那你是白天睡还是晚上睡？这一般白天睡。白天睡。晚上活动啊。晚上活动，白天睡。是啊。那晚就是个。晚上的话，活动做什么活动啊？
晚上什么灵魂为什么晚上活动呢？哦，他要找地方转世投胎是吧？哦，你都去溜达？对，都去看看谁家活跃。一般晚上溜达，那个晚溜达，那都还没转世的时候，还没投胎的时候，还没投胎啊，就白天休息。嗯，就说晚上就去溜达，就是晚上就去找家，哪个家，反正但是对，哪个家有要生小孩的？对，就但是你五二年就牺牲了，五二年就变成灵魂，到五八年有六年的时间，你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吗？是啊，没找到合适的。是啊。就当时就投我们这家。但是这六年就是你寻找有缘的，有还要看喜欢不喜欢吗？是当然了，但有看中哪一种的人家，反正你怎么要不然不看中的话，到生下来一两年他又转世。啊，必须看中了才行啊。是啊，但你看过几家呢？有的。看了几家，有的看中一家，有的看中一家，有的没看中，有的看中的，他又晒身，就投资一两年，他又没有了，又没有了，是因为他没看中走了，所以是啊，没看中了啊，这么个原因啊，那就是你当时这个当灵魂的时候，有没有跟其他灵魂交流啊，其他的鬼交流啊？像我们那几个，我几个都一时都没有在灵魂两边很少碰见的。哦，像我们那个五个很少碰见的。哦，就是你当时那五个灵魂，其他人没看见其他的灵魂吗？没有，就放在这儿。对，好的，那这个就是那五个牺牲的战友就没看见过，没看见过，不知道哪去了他们。是啊，但是呢，这六年的时间有没有碰见其他的灵魂呀？没有，只有你自己。只有我自己待在这里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玩。啊，只有一个人玩，也没有碰见其他的。哦，那这个最后呢，就是你看了几家没有看上？是啊。为什么没看上？投胎就是不喜欢他们家太穷了，还是说他们家生活习惯不好？也不知道，反正那灵魂这东西嘞，反正那个不年不娘的，反正可信可疑的，就是他就反正他一转知道哪一家就看中就哪一家。那就是最后呢，其他家看了几家没看中啊？看了几家？我就只看中这家，我其他家没看中，没看中，就是那我就一直待在。